使用前先检查油箱油量。打开油箱盖，注入柴油。将进风管与高压热能转换器口连接。并用卡箍固定好。将爆吹管和机器接口连接在一起，用卡箍固定。气源口插入气管，将电源线插入插座，打开电源开关即可进入系统。拉出调压阀旋钮旋转，可调节爆吹压力，压力范围一般0.4到0.6兆帕。如排气管堵死，需进行爆吹后，方可进行再生。爆吹管接口与 SCR 箱入口相对，用卡箍固定。点击即可进行爆吹，爆吹前需检查接头是否固定好方可进行，可根据需要选择手动或者自动模式。爆吹完成后，将 SCR 箱与高压热能转换器连接。连接好之后，点击再生启动即可进行再生。可以通过设置更改再生所需要的温度和时间。更改后点击保存即可。再生一共分为三个阶段，初始阶段温度到达200度后会保持温度一分钟，中段温度到达400度后会保持温度一分钟，第三阶段温度到达设定再生温度后即可进行再生。再生完成，热能转换器会自动降温。将载体放入连接盘，装入下盖，拧入碟形螺丝。载体连接盘口对准高压热能转换器口，使用卡箍固定即可开始再生。测试方法和测试方式一是一样的。点击设置按键，选择物联网。在公网设置里面选择需要连接的 WiFi 名称。输入密码，点击确认，设备即可联网。当通讯状态显示在线后，将客户端 ID 发送给供应商，扫描设备上的中强亚明物联网二维码进行登录，账号为您手机号，默认密码12345 6，登录成功后即可使用物联网功能。
该功能手机界面和系统界面同步显示，只要机器在联网的状态下，无论你在哪里都可用物联网控制。当紧急情况按下急停旋钮时，报警提示灯会闪烁并且发出报警蜂鸣。处理完成后，旋转急停旋钮即可复原。当出现弹出提示报警时，点击确定，根据系统提示解决问题后点击复位，系统即可恢复到开机后设置，点击再生启动即可。